自由了。这甲鱼口哨真能好使吗？买回了咱来看看。甲鱼哨子换憋出水，多种声调。我看你这是，哎，这样一摇它就有声音了。不能吹，这个就是摇的。咱直接开车试试好不好使。我斥巨资买了个甲鱼，咱给它放了。我找了个小壶啊，咱看看咱一会儿摇转它有没有翻。先给它放了。你自由了。它沉底儿了呢，怎么还往上游游呗。它应该是搁那里头。咱摇一下这个，看它有没有反应，看能不能浮出水面。完了，哪去了？摇半天了，没影了。终于再摇了一会儿后，摇半小时了，丝毫没见到影。这把他真是自由了啊！不推荐啊。